这棵高达百余米的桉树是南半球最高的树，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开花植物。我非常喜欢它的名字，它叫百夫长 Centurium。 百夫长名不虚传，在去年经历山火后，它屹立不倒，有如神柱。当我走进它的时候，不知为什么特别钟情于它的姿态。它的美和北美的红杉以及婆罗洲的巨树截然不同，它传递给我的感觉不是气势磅礴的大美，你可以很容易感受到方圆几百米之内都是它散发出的淡淡的禅意，那是一种无为的空。我尽可能贴着它的枝条飞行，就是想借助略带压迫性的视角，让您与百夫长只有一步之遥，犹如夕阳下归巢的倦鸟。今天希望我的脚步替你缩短了这个世界的距离，期待能与你一同分享我心中的这一点点禅意。周末愉快。